尊敬的香港同胞们，尊敬的历年从世界各地来到维园参加烛光晚会的有良知的朋友们，我们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，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。30年来，维园的烛光陪伴着天安门母亲们走过了坎坷的历程，温暖着我们的心。天安门惨案已经过去30年了，但那个血腥的夜晚，北京上空激烈的枪声，装甲车横冲直撞，穿梭的救护车凄厉的呼叫，鼎沸的人声。市民们为了保护学生，视死如归，对戒严部队沿途拦截的情景，以及亲人们最后的身影，至今我们记忆犹新，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，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底。我们痛苦过，悲伤过，如今巨大的悲痛已化为支撑我们抗争的动力。在和平时期，用军队屠杀反贪污、反官倒、和平请愿的学生、市民，这样的血腥惨案，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。刽子手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绝不是一句轻松的政治风波就能够抹去的，更不是所谓动乱、暴乱的谎言就可以作为杀人的理由的。默写的谎言最终阉割不了血写的事实。30年来，天安门母亲群体不畏强权，栉风沐雨，砥砺前行，追寻遇难者的踪迹，为的就是要讨还公道，就是要说出真相，拒绝遗忘，呼唤良知，寻求正义。虽然这30年来，我们找到的遇难者只是冰山一角，但仅此一角，已能够证明六四镇压的残酷。这样一次由执政党主导，政府下令，调动大批野战军，撑着装甲车、真枪实弹，在首都街头杀害手无寸铁、和平示威的学生、市民，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不折不扣的草菅人命，杀人者竟是国家的正规军，这是政府指使下的暴力杀人，是国家犯罪。30年来，天安门母亲本着和平理性的原则，坚持真相、赔偿、问责的三项要求，多次向政府提出通过法律的途径进行对话，但执政当局一直不敢面对，不敢回答，却在公开场合用一句党和政府已有定论的梦话作为盾词。这样一件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惨案，岂是少数领导人一句话就能将事实抹杀的呢？历史证明，真相终将战胜谎言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。虽然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已有55位难属离去，但我们活着的人将一如既往承担起逝者的责任，不管路有多崎岖，我们将奋力前行。感谢香港市民和朋友。